照片中的优雅女人就是著名的主持人朱军的妻子，名叫谭梅。谭梅比朱军小六岁，46岁的谭梅保养有方，近照曝光妩媚依旧，大气如董卿。镜头里的谭梅少女感爆棚，时而妩媚多情。朱军是个才华横溢的人，不仅是主持人、画家、作家，同时还会设计衣服。妻子谭梅身上的衣服都是朱军所设计。1993年5月，朱军与谭梅正式结婚。2002年6月26日，朱军的儿子朱思坦出生，如今儿子已经15岁。夫妻两人结婚已经20多年了，虽然人到中年，但两人依旧恩爱有加，谭梅也依旧保持着少女的心。朱军可谓是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，不仅有个漂亮优雅的妻子，现如今一家人相当幸福美满。而谭梅能穿上丈夫亲自设计的衣服，应该幸福满满，着实让无数女人羡慕不已。